少爷，我答应你，也不过你让我拜托一下，真正最后一摆啊，下不为例。以后这种这危险的代志，你莫再来找我。你讲下不为例就是，连讲我莫再来，莫再找你麻烦。你会当来，你会当来找我开讲泡茶，还是？好，听清楚，下句子，皮修哥等你来摇单，爱加皮生，你若是无说到够，我敢给你保证，三天内，你这根大药铺。就爱包包登坑，我知影。哼，我看啊，我得来监视哦。我知我知，你有准备了监视器嘛？杨叔，连我皮生厂伫地也知，真正有够恐怖的。伫遐只等小哥我来。好哥，你好，拜托你，我要听这以后。我看卖啊。有啦，这些药材我拢有，我来准备。麻烦你啊，杜先生。秀哥啊，迄方材药单顶面写的药材，我全部拢替你贴好啊，拢伫咧这内面。这是奶母叫你来的吼。你是安怎？你的手？无代志啦，迄最近天气有较寒，迄可能寒着啦。哦，是安尼是，熊熊变天。对啦，迄个杨先生在讲，一新的部分，你先甲伊算啦吼。啊，无要紧啦，迄哦钱我甲伊算就好啊，叫我小紧。安尼我咪紧转来。哎呀！只想唔知啊，怎样那呢？迄万不哩，真正接落来出人命哦，要安怎啦？希望讲好代志会当平安啊。